我这三个兵啊，他也没吃着，我也没吃着，俺们血赚，哎，俺们血赚啊！就你呀、啊，哎，你是为什么还敢跟我打呢，兄弟？我都没想到你因为什么敢跟我打，兄弟。咱真是不知道为啥，还有这个寡妇不想好了是吧？好，不想好了是不是？算了，我吃个药走了，拜拜，咱也不跟你打了，没那意思，好吧？我也不是想杀你，你走你也别砸我，俺俩就算了。我发现他们头好硬哦，就是无论你多少血，我就两滴血我也要跟你干，只要我有技能，如果我有闪现那我就更随意的干了。哎，还敢搁这卡兵线，小伙子你是真牛逼，我这啥也不说了，你就这种兵线你都敢卡，我 Q 一下走了。你知道我多少兵？演员 AQE 给我死！我不也这样吗？我这是能打的我打呀，不能打的我不打呀，我又不是傻子。他这属于有点傻，这跟我那能一样吗呢？这跟我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两滴血，我能反杀他，我打呀！我不能反杀他，我跟他打啥呀？你就像刚才那寡妇似的，这要搁这落手，百分之百跟这寡妇磕，就得磕死他。有点二了，这是。大家千万不要学这个落手，你看这还敢拉呢 ？A， 再 A， 再 A，A，A，W， A，QE， 我死！你别看兵多，我能打得过他。等一会儿啊，四秒 W， 别着急，可以打。AW，A 接双 Q，A，EA， 征服者触发。你看我打我都是有备而来，他连个屁他都没有，他跟我打，对不对？咱这能反杀呀？你这刚才那跟我一样那小子，就纯属就是杠精，我就发现了，就是乐意跟我杠。哎，就这一波还要拉我，等一会儿啊，来拉，来拉我，对，别给我点信号了，我都没骂你，我都算给你面子了，小伙子。这不冲了他。你就冲刚才这个蓝枪的举动，我都没有口出狂言，你就能明白我要做一个文明的人了，啊，你就应该能明白。俺一个跟
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牙齿问题，不，我刚才忍住了，我是忍住了，我这不是牙的问题，我牙一点事儿没有，现在我现在有牙，看吧，我这是吃个脆骨都没事儿，我像我牙啊，随便动，我这要不是我要做一个文明的人，我早就是开口了。来段 rap，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红梨，绿梨，梨，黑化肥，挥发会发黑。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，我们先查个眼儿啊，去反了他的红，现在没有空，我现在在这里空线呢，等我有空的吧。先在这等一等，哎，就在这空着线，这个人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我们就空，等他啥时候出来了呀，我们再推进去把他杀了。小龙没了，小龙没了，其实可以让他去打这个峡谷，指挥一波，看他去不去啊，他如果想去的话就可以去，这波峡谷可以要。赶快中路也行吧，寡妇可能在旁边，赶快中路。像这种对面咋也在打小龙的时候呢，就应该去立刻的去做出抉择，你知道吧，不能说他打完小龙你啥也不干，你看也去摇了一圈啥也没干，蓝枪浪费了两分钟时间，这是落手的吧，啊，落手去吃野去了，就应该立刻的就去把峡谷打了。如果你不立刻的去打，等到对面过来要峡谷的守的时候了，要守这个条峡谷的时候，你就亏了，知道吧，你就亏了，这应该不用去了吧，估计去一波啊，打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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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六级蓝枪打五级寡妇，应该能打吧？往这走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跑的也太快了！没事啊，他身上承载着双 buff， 我们直接这波越塔杀他，我们把双 buff 拿回来啊。然后顺便这波塔下的小兵还吃不到，就蛮好的。注意我的连招啊，想塔下杀到手怎么杀，注意看啊，先别放技能，等他到线上 A 点岩扣转起来 W A Q E 再 R， 如果一开始直接 E Q R，那么他有可能会给我们拉到塔下，然后他一个那个外圈扣我们追不到他，第二波 QR 打不出来那就坏了，没事直接闪。这个寡妇啊，他没有闪现，假装往下走，其实往上走，打个眼儿，这波没办法了，那发条有闪现，发条的闪。
这把出三象，然后把这个小锤给它合成那什么，给它合成一个那个蟹手，这把出三象，这把不出那个分离者了。这发条不是散了吗？我们先上路清波线儿，清着清着，一会儿有大了，去中路把发条杀了。你这上波我们亏了，这波我们就得拿回来，不能说白亏。先等一等，别着急推啊。好，我看见落手了。他又回来了啊。嘿，把这打了来。你打，这波我们去野区找的落手的。5、4，哎呀，他从这里出来了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下去，别着急下去，好，可以下去了。哎妈呀，你没有惩戒吗？我想把那落手引过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干嘛？我想把那落手引过来呀，着啥急呀？上塔拔了，上塔拔不掉，三项不好强杀的，下波可以试一试，下波他没有技能。这波可以直接 EAQ 杀的，先吃个药，先摁波浪剑 EAQ 减炎，跑了没事儿。下波如果他还敢过来，我们就杀他，不过来就算了。这杀不了了，他拉我直接就交急跑，我们追都追不上，杀不掉。跑了就推，我好像钱直接够卸手的了，是吧？我好有钱啊！可以三项费卸手，有点猛的。这波有蓝 buff 啊？没有蓝 buff， 有蛤蟆，把蛤蟆给他打了。来了，让他过来找我们打，他都打不过我。现在没关系，买个针眼吧。为啥不出可血弹符？没有为啥，就不乐意出，不行吗？那你为啥不吃屎？因为屎臭，你不喜欢吃，你就完事儿了呗。不喜欢图，没那么多为啥。给我直接大他，给我直接大他，给我直接大他！你在干嘛？得了个石头人儿！你咋那么猛？这伤害有点高啊。
来个水银海。我下件装备没想好出什么，我感觉出什么都不厉害这把。我来影魔刀吧，不行。这把出个春哥感觉能行，因为他有维恩，你知道吧？我出个九头蛇呢也脆。不行，我出九头蛇扛不住，肯定扛不住。我出个春哥吧，我先来个春哥。扛不住，这把会被风筝的，他们这都是风筝人的英雄，这都是。能打，这石头人没大，别跟他上了啊！小黄毛在中路很有可能会死，小黄毛，直接打他来！我们很右的啊，直接一个 E， 我没死，还行。nice，W 开过来 ，EQ 把维恩收了，再 Q 寡妇，你看悠起来了吧？这波没这锁子甲，我们死了。可以杀，可以杀。撤吧，这回差不多了。哎，发条有沙漏了，好快呀、啊！他沙漏出的好快，先把蓝打了，然后扫一下看看对面的人在哪儿。如果这个位置没有人，啊，那说明对面呢去打小龙了。如果有人，说明对面呢小龙不要了。这对面是要打大龙，我一看，先把红打了，2000块钱，春哥出完出破败对吧？这把九头蛇不行，扛不住，破败出完出一个那个大剪甲。你要问我为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男人的直觉。我就感觉到这样出厉害，具体因为啥我也不知道。啥时候分离者，啥时候出三项。你要感觉中路那个人像个左一啥的啦，下路 ADC 是个维恩呢，你就可以这么出，就出三项。如果要是上路是个右，然后呢，中路也像是个咖喱奥似的这种玩意儿呢，你就可以出分离者来给我干来。这波可以干，虽然少个人，但我们可以打这波。我们有春哥可以进去卖啊，先扫一下看有没有视野，左边肯定有视野，这都不用看，往里边走，这边没视野，直接要他们屁股啊！这波直接过来一打五，找到这个发条，
要找我没关系，直接堵他们可以。没人找我单挑，属于找死。属于找死。寡妇去下路了，那我们正好把他的高地给他推了。你扛啥呢？一会儿扛死了。哎，还挺有舍己为人的精神，我这一看，这波呀，其实这波不太好猜了，你知道吧？先杀着落手啊！我这血手还没触发呢，让大树捆我们可以，把大树杀了。撤了 ，W 走了，这波再追你俩都得死。别着急上啊，看着他就行。如果这波我上去，我可能会死。好，这救不了，撤。这属于他有点狼了。那大树用他人头换我一个村哥，其实他赚了。这救不了，这上了我都得死，我这根本就上不去，那发条有大。队友上当了，这怎么能是上当了呢？这叫及时止损。我估计这发条可能要到了。啊，这位置有眼儿，我打他来。W E A， 都，我上当了，快点走，直接开大吧，直接开大溜了，我上当了。那里边全是人呢，别着急上啊，这波上了就被落手拉，拉完以后就给我们劈了。我上，他就没法上，打个蓝去。谁的传送呢？发条的传送。我不认为你能打得过我，小伙子。没法上，这都上不了。我们去打个红去啊，正好蓝枪顺便打个红，打个小龙。刚有个兄弟说：“那我跑啥呀？那我不是怕他后边有人吗？”我虽然不怕发条，但我怕后边有落手啊。肤浅了吧？啊，我都没看见他落手，我就得有意识到一波这波应该会来人。你就得有这种意识，兄弟。谢谢宇宙无敌大魔王。没关系，我也不推，几个人又能怎么样？无非就来个寡妇呗。这波人有点多啊，这不行，这好像不太能走得掉啊，这人有点多，坏了。别死了，大龙可能要丢。那个维恩 E 的好快啊，我发现他的 E 放的特别快，每次我要上来那一瞬间他就能 E 到找我。就这个维恩还好，这边打不了龙，这波
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，他刚看见我人他就异我，下回我就得分身早点放，放得快一点。刚才那个维恩其实是能杀的。等一会儿啊，假装打龙，其实是蹲人来了。等一等啊，他们没有视野，大树只能过来撒眼，我们白收这人头，知道吧？这就是白给的。还有这落手，跟我来来，跑的倒挺快。我有春哥，你俩杀我，你俩不都得死啊？嗯，我有春哥，你们俩杀我，跑的是真快呀、啊！哎，今天看你能不能跑得掉啊，兄弟！我先回家，我等你去。啊，我回家等你去。走，我们找到他啊！大龙可以试试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两条风龙。这么的吧，这波我去下路带一下。对，我可以去大龙试一试。打两个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看看对面到底是抓我还是去走大龙。溜了，有人后边扫一下，看寡妇搁哪儿。打不能走，直接走，不打了，不贪，知道吧？这波大龙三打二，还有一个崩了的落手，如果打不过跟我们也没关系。小龙来打个蛤蟆回点血，快点来。我直接冲 W 的走，好定。哎，我闪走把他杀了。你只要打我你就上当，你上当了就把你家中路给你推了。回点血去。这维恩可以，可以也没用，他经不起诱惑。他只要打我那一瞬间，这两个人就已经死了。死完以后，这波中路是必掉的。先把这落手给我杀了，直接都有可能一波。我跟你们说，看着没？这把游戏为啥输啊？就因为他俩在那小龙打我，你不早点跑，你还来打我。